是我和他的新婚之夜，他竟然宁可在凤凰林里散步，也不来我宫中。公主无望，万寿无疆。 王后得意永年。我登上了权力之顶，站在我身边的，却不是那个与我一路扶持、生死与共的人。 其实都快过了，陛下为何迟迟不来？要不，奴婢派人去打探一下，陛下现在何处？还不快去！陛下想必是被什么事情一时绊住了。娘娘，您看，这些都是陛下特地派人送来的赏赐，可见陛下心里是十分记挂着娘娘的。你说的对。 见过王后娘娘。王后娘娘，陛下喝醉了，怕打扰娘娘休息，已在其他地方安歇，也请娘娘早些休息。明日陛下休沐，会陪娘娘接见妃嫔，浏览紫禁宫。王后。 陛下去了何处？是不是在别的妃嫔寝宫？回王后，陛下没有去其他妃嫔那里。听说独自在凤凰林里散步，这是我和他的新婚之夜。 他竟然宁可在凤凰林里散步，也不来我宫中。